刘亦菲现身巴塞罗那出席奢侈品大秀，再次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刘亦菲作为代言人，她多次亮相该品牌活动，但每次的造型都备受争议。这次她身着高领长袖的碎花裙，全身上下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再配上那双备受争议的靴子，整体造型似乎有些保守。然而刘亦菲凭借自己的美貌和强大的气场，依然成功拿捏了这身造型。从身图和工作室的精修图来看，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。在路透照片中，刘亦菲的出行阵仗也相当大，前有工作人员清场，后有保镖和工作人员随行，她只需负责展现自己的美丽并与粉丝们互动。从现场反应来看，刘亦菲在国外的人气依然不减，粉丝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。然而对于刘亦菲的这身造型，网友们依然褒贬不一。有人认为她的礼服显得身材臃肿，甚至有人将她与同期的八五花相比，呼吁她减肥。不过刘亦菲似乎并未受到这些负面评论的影响，在巴塞罗那依然保持着自信和从容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